我记得我们其实第一次对戏是对那一场最难的，就是两个女人在医院里面互相的都伤透了心的那一场。然后我拍了一个 take 之后，我就受不了了，就蹲在旁边，就是在那个情绪里面很痛苦，就没有想到他就冲过来，就是拥抱我这样。当下那个拥抱让我觉得就是很温暖，就是我没有去想任何事情，我就觉得我要抱他，我要安慰他，因为其实对我来说那是在安慰我自己，在疗愈我自己。然后在抱他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有情绪反应的时候，就赶快离开，就是让他可以好好的作息。起来。我在这一次把李志凯这个角色塑造的比较像是一个拼命三郎，然后我必须要让郑仁硕先跑，然后我在后面追。郑仁硕经过车子，车子跟我是完全到位，然后演完之后我肩膀就 OK 了，车子钣金也凹了，现场所有人都吓到，觉得真撞上去了。以为今天可以轻松，我到现在我觉得一点都不轻松。李志凯在这部戏真的是动作担当、体力担当。我们拍那个要爬楼梯的戏，然后呢有一些地方比较低一点，对，有那个柱子，然后我就下来的时候没有注意，就扣就敲到了。很棒的演员。